咁特別嘅呢個人？呢首叫做《最低保障》。表格你逐行天下，体质不算差，十年大计已筹划。自问你的勇气能医好你伤，尚不需保障，消遣过已可无恙。我申请体谅，年少自在勤奋，已导致虚弱。最好保证能看到明日去路，谈过几次情也好，很少成熟。要让那煎熬计尽你的账号，至少不要谈情早就被推露，明知。在最佳那季度，亦有风险烦恼，哪道你可去报？好听啊！无限期你好方案，你练成浮化。那一种爱恋，愿同度世界灾难。活着有点勉强，人生开始高涨。为争分亦要等新款样，难过拼命挨过，会自由得着。最好保证能看到明日去留，谈过几次情也好，很少成熟。要让那煎熬记住你的账号，至少不要谈情早就被推露，明知。在最差那季度，亦要稍安无躁，还无再多贪图。如你别贪图，几多保障照顾都不够好。别以为私家发病房，伤势变会好，死去活来当做了。回报只送回你的身心报告，你想要骄傲，只为异性冷斗。至少保证培养出平静态度，明知未算得上进步，没有天荒地老，最后但你都很安好，再富有都买不到。好攰啊！呢首叫做《最低保障》。